在20几年的平凡人生里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和这个危险的男人产生交集，而一切的开始是在那一天。苏苏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谭司机，不要脸！苏苏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对狗男女，我一定会让全公司都知道。你干嘛？今天晚上不是有刘总的聚会吗？他喜欢苏苏很久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把苏苏送给他，对我们的事业一定有帮助。苏小姐，我来了，你别跑呀！哎呦，我和那个女人，你跟了谁？当然是你了，那个女人怎么能跟你比呢？哼！亲爱的，我渴了，去给我买瓶水吧。好。林威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个人是他一直死缠着我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我心里一直都只有你一个。思佳，你跟谁说话呀？所以这才是你真正喜欢的男人吧？可以扶我进房间吗？你要干嘛？来不及了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确定吗？许世晴，被抢走男人的滋味，你也感受一下吧。
看来刘总已经得手了。苏苏，看我今天怎么毁了你。